来到这就是街舞，我想要跳舞。我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用街舞考进大学的。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是来做颜值担当的。我是 A 星。去年有很多没有来的，今年也都来了。五加五啊 ，X Crew 啊，这些强的都来了。我是 X Crew， 整个大厂牌都有来人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还蛮大的。我听说了一些蛮厉害的选手会过来，像是有听说冯正啊，我就来这儿了，很兴奋。我还特别期待看他能有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外的表现。没想到高博来了，全中国应该都觉得高博来很吃惊了吧？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来。中国要写一本街舞历史书的话，第一页肯定会有博哥这一个人。哇，高博一来比的，就真的觉得这一次会很有看头。王润都有回来，他是我认为中国最好的。包括我们中国元老级的 Before Danny， 牙哥是我最喜欢的 dancer。弄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AC。我认为这一季的冠军应该是 RK。中国 dancer 聚的最齐的一次。这一季的选手，我觉得真的会很激烈。